同志们好啊，朋友们好啊，兄弟们好啊！龙哥现在呢，早晨忙啊，忙到现在总算有空了。既然有空呢，就和大家聊聊天，嘎嘎塞舞，好吧？早晨起来呢一直在忙，忙什么在瞎忙？那么很多朋友说，龙哥你到底在瞎忙什么东西？瞎忙就是跟朋友聊聊天。谈谈哪里有吃，哪里有喝，哪里有美食，哪里有风景。因为秋天要到了，秋天到了嘛，龙哥上次答应大家的，准备要去那个看看枫叶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因为它开的时间说晚就晚，说早就早，摸不着，也不知道这个老天爷到底安排什么时候那个枫叶会红，所以呢，这次还是安排12号要去那个京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龙哥要去看第三套房子啊，这房子目前对龙哥来说是大事情啊，想换一个城市居住一下，大阪住住，然后京都住住，最好嘛再去神户住住啊，那是有时候想想有点异想天开，难道你到处去住，到处去玩？到处要去买一套房子，把整个日本每一块地方都要去买一个宅院的话，那太累了，到时候这房子怎么办，越来越多啊，这只是一个想法。那京都呢，我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本来想是考虑宇治啊，宇治抹茶嘛，抹茶故乡宇治，想去找一找，后来觉得呢，宇治这一个地方呢比较小，后来呢就把它排斥掉了，后来觉得京都岚山这个附近啊，是首选啊。那么今天呢，就是想聊什么呢？聊聊昨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日本的电器啊。这个东西其实龙哥也不是很懂，龙哥只是把我自己可能理解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像前面大家所看到的一些家用电器。什么微波炉啦，气压式热水瓶啦，还有一般的烧水的小茶壶啦，都是那个塑料制的吧，应该，这些东西其实在日本其实不贵的，基本我买东西都是到那个大阪站对面的那个电器城，比较大型的，然后那上面呢八楼又有吃那个美食的。下面买东西，然后到上面去吃美食，然后就回家，就这样一个流程啊。然后呢，至于谈到买东西呢，龙哥只是想说一下，因为呢，像旅行开放了，大家跟团过来旅游了，或者怎么样了，会有很多坑坑洼洼。那这些坑坑洼洼呢，龙哥也有一点经验，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自己分析的东西呢分享给大家。至于到电器城买东西有很多的坑坑洼洼，其中之一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日本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反销到日本去销售。现在那个电器城里面我看过了，有很多电器都是中国制造，在中国组装完了之后，因为电压不一样，日本电压是110伏，中国电压是220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日本商家和国内的商家进行一个合作，把这些电器呢做成220伏，适合在中国使用，然后在日本销售。为啥会在日本销售呢？因为旅行团会过来嘛，好了，
我们中国人过来之后呢，就是觉得哎呀，日本东西好，日本电器好，然后跑到那边，导游一带，哎呀，这个二楼，你们大家就去买，给你们3个小时时间啊，然后大家就去买了。但是有很多误区，因为很多中国朋友旅行团只觉得哦，这是日本的商场，买的东西就是日本制造啊，所以很开心，大买特买的买啊，但是买到国内一看。哎，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是225的电压呢？仔细坐下来冷静思考一下，我买的还是中国制造。当然中国现在制造的东西也是非常一流的，非常棒的，但是我们从骨子当中好像还是会选择日本的电器，觉得日本的质量好。这个东西呢，质量好与不好我们不在这里评定啊。但是我据我知道，有很多日本人都在用中国的品牌，像海尔洗衣机啊，海尔冰箱啊，美的空调啊，美的的电饭煲啊，日本朋友跟我说，他们觉得这些中国产品非常的好，非常，使用也非常的好，质量也非常的好，然后呢，价格又便宜啊，他们觉得美的，这种海尔电器都是非常一流，中国最好的产品。那么呢，很多呢，导游会带大家会去到这个地方去买，当中会牵扯到很多利益上的这种关系，你买的东西他们可能会有回扣给你啊，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龙哥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个电饭煲，这个电饭煲呢，它分旅游者和生活者两个选择，他会问你，你是生活在哪里？生活在日本，他就帮你介绍在日本生活就要买这种的，如果你是去大陆的，就是去买这种的，啊，后来我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呢？而且价格都不一样，就是说我在日本使用的电饭煲，同样型号、同样牌子、同样大小，价格要比旅游者过来买的那个电饭煲便宜，也就是说。旅行团带过来买我同款的电饭煲要贵6000块钱人民币，哎，我就觉得很好奇，哦，原来当初是有利益这种关系啊，也就是说商家和旅行团旅行社里面有一个黑暗的协议，当然我也不能太武断，不是每家旅行社都会这样做，所以呢，自由行的朋友呢，就会有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有时间嘛。这里看不中，可以跑到那里去看；那里看不中，再换一家看。但是旅行团就不一样，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有一个时间点，啊，3个小时就3个小时，没有任何的考虑和思考的那个时间。买完东西，即刻就上那个大巴，就要开到下一个景点去。所以呢，大家往后跟团来日本买东西呢，大家可以呢思考一下，跳开旅行团指定的商家、铺位、商店，利用3小时到周边，啊，带好翻译器，啊，如果你懂英文，也可以说英语，很多商家里面的服务员都懂英文，啊，你也可以带翻译软件，啊，日语、中文这样的。去简单的交流，去购买当地的产品，小家电嘛，比如说咖啡机啊、电热水壶啊，啊，尽可能买日本制造，虽然可能要比合资商生产的稍微贵一点，但是东西完全不一样。这是龙哥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啊，因为我不是搞旅游的，我也不是做过导游。我都不是，我只是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小尝试，自己所看到、亲身经历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还有呢，有些日本电器在市中心买和郊外买完全两个概念。郊外买那个家用电器呢，它是不退税的，有些商店是不退税的啊。所以我上次去买整个一套，比如说微波炉。电热水壶，一个咖啡机，一个搅拌机，啊，还有什么忘了？
反正这几样东西加起来人民币才2000块钱，你说便宜吧？很便宜的。其实日本电器在生活区当中买出来的东西好像是和市中心的这些电器城买出来的东西价格好像是有点出入，但是呢可能一个是可以退税嘛，可能一个是不可以退税。哎呀，反正我也搞不灵清这个东西。你就这样想，小白楼所有的电器当时都是齐三兄弟带我去买，他是日本人嘛，他可以交流嘛，龙哥交流不清楚嘛，所以他交流到最后啊，我这么多什么冰箱啊，让我想想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空调，1、2、3、4哦，5个空调，3个电视机，还有冰箱，还有那个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什么东西，反正家里全套该买的电器全部买好之后，他把我整体还价居然可以还掉人家多少钱你知道吗？60万日币，还价哦，60万日币，相当于4万人民币，厉害了。这就是什么呢？你想还掉60万是什么概念？我买一个冰箱差不多就是5、60万啊，他还掉一下子还掉的话呢，等于这个冰箱是送给我，爽不爽？很爽的，所以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后大家过来日本买东西的，尤其是家用电器，这种按摩器啊，小的按摩器啊，什么东西啊，当然了，如果你的日语水平 OK 的话，是可以稍微还还价的。还有呢，就是你东西买的多的时候呢，比如说5、6个人，咱们一起去这家商店去买一个咖啡机，你一个，他一个，我一个，买5个，可以跟人家商家讨价还价。以前龙哥也认为在日本买东西是不允许还价的，其实还价与否要看地方，看商店啊。龙哥不是说的很准确啊，大家只是作为每日的和大家嘎嘎 C 五啊聊聊天这样的一个方式，稍微闲聊吧，也是一种闲聊。不管是有多少对和错，大家记住就可以，大家可以去分析一下，好吧？以后来了日本就不会上当啦，以后不要跟旅行团这些导游掺和在一起。我这也不能说的太断了人家财路啊，反正大家自己掌握，好吧？那结束今天的视频，龙哥要好好休息。为啥呢？因为6号龙哥要去吃兰州拉面，对吧？很多朋友说，龙哥，那个兰州拉面有啥好吃的？你跑到日本怎么去吃兰州拉面了？我跟你说，美食这个东西呢，很奇怪。你喜欢什么，它就是美食，啊，不一定要大鱼大肉，豪华餐，啊，一定要是 A5 牛肉啊，比如说要吃高档的这种烤肉啊，没必要啊。有的时候要去找美食，就要去找这些小店铺、小美食，可能你认为层次比较低，但是我跟你说，这种东西不能这样说的啊。美食这个概念的定律，因人的啊。龙哥觉得它是美食，它就是美食。龙哥说这个生煎包好吃，就是好吃。哎，你跟我拿和牛比，我不会跟你比的，那是你对美食的一种偏见啊。不要好像觉得一定外出吃饭一定要吃高档的东西，吃高档的东西就是你有品味，不是这么说的啊，绝对不要有这样的误区。你看龙哥平时什么吃很好的牛肉啊，吃很好的那个呷哺呷哺啊，这个是吧？啊，买了很多好的肉啊，不是啊，这个只是好玩，大家聚餐啊，大家聚餐请朋友吃饭，那你肯定要拿出最好的东西去邀请朋友过来吃饭啊。
不要请朋友吃饭嘛，吃阳春面，等吃完阳春面之后嘛，自己吃烤肉，这样不好啊。人做人要大气，要大气，做人当然要大气，要有格局嘛，是吧？不请朋友吃饭，小嘎巴气的，是吧？吃朋友吃饭，首先你要问一下，因为你需要吃什么啊？鳗鱼饭也可以，兰州拉面也可以，但是你鳗鱼饭天天可以吃啊。但是兰州拉面我就觉得很好奇，哎，中国的食品在日本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有特色？那总归是有它的好的地方，所以龙哥要去尝试，对不啦？哎，所以说呢，这就是格局。龙哥，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拉面，哎，我也很开心。为什么？龙哥特别喜欢拉面，你带我去各种各样的拉面店，我就特别开心。哎，有时候偶尔说，哎，龙哥，你最近想吃什么？想吃烤肉吗？哎，有一家烤肉，价廉物美，东西很好，里面的肉很嫩很嫩，我相信你牙齿肯定可以咬。那我听了就心里很爽，哎，去尝试一下，哎，或者哎。可以啊，你觉得他是买什么地方的肉啊？我们去哪家店去看一下，买回来我们自己在小白肉天台烤一烤，又不一样。所以说你说美食不一定有一定的定论啊，我也不是什么美食家，我只是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喜欢去尝试好吃的美食而已啊。好了，越说越多，不聊了啊。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我是龙哥，感谢关注每日动画，我们下期见，拜拜。接下来呢，再会，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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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差不多了，就这个意思了，好吧？那就好好休息，保持免疫。龙哥喝茶退场。澜沧古茶，健康好茶，里面加了无双葛香馆的奇楠。每次出来讲两句，对不啦？广告还是要做一做的。好了，大家好好休息，这位啊，同志们。噔噔噔噔。